人都会。你上保险了？上保险，他的肾池上保险，上保险就点了。不是，人家还得上保险，还得交钱儿，是不？哦，那上保险肯定交钱。你得把那个钱儿，你得去用用的去去那在这那那刚这不是去那肾的？不用，验池啊，你说？验池。我跟你说，上保险也不用，甭管了，都给整。上保险的，我跟俺大姐花家给他算多少钱儿？嗯。然后直接出了都来了，给他。夜车在这车，不用去那检测厂里，我在手机上给直接把检测一领，都摘了，手机上能领。哦，这都可省事了，因为在这车刚两年了，是、嗯、不用上钱，知道呗？哦，你看你不懂，我跟你说又多花钱了。那你个小票，你在手机上在这出来，不用那个票，直接一领，那个人家那电脑都显示这车已经验了。那不用往车上贴那个了，这车都不贴那个了，不贴那个了。哦。我说人家我跟你说啊，就叫你上保险花个钱儿，夜车一分钱也不花，到时候要俺进那说一声呢。哦，人家对呗，我带手机啊都来了，带手机啊这个就交管局啊这个，在这个交管一二三，直接都能领钱的了，都不用去那里，不用出门都给你办好了。是啊，能用能花多少钱？一分钱不叫你花，你保险不行。保险给弄个优惠点，你比如说人家比如说2500、2600、2700，人家能给优惠点，还能省一点。啊，能给再给你优惠几百块钱。验车，你要验车，你去那验得花200-300，这个在手机上，咱那车不用验，一分钱不用你花。哎，叫你省啊！你好说省，那个钱哎，你给我说的，你给我说，跟你进来说的那个钱，验车得200-300。夜车就是人在哦，还是你把那个车给咱扫，咱给我扫上，扫上再咱花那个不是方便了？那保险那个保险就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就看，比如说2500哦，人家那个单就是2500，还叫他交钱哦，2500别不管那个单，单就是2500是2500还能优惠的，不是人家优惠的，人家交了那个车单都不管的，咱还这个你说这个夜车这个车给咱。是呗，那是2码事的，2码事，还是2码事的，少闹点完成的。你要闹多少，你他家气坏。不是那个保险也能，能呗。保险你是交2500，到时候哦，返点了，好返你那儿的。对对对，那交那个。比如说这样啊，对呀，保险比如说咱一算2500啊，验车200多，加给300，加给你扫2800，你说别管了。要给办了就办了，他给你发微信，上两天了，还是我这个聪明，给你2800，但其实就花2000块钱，就老板的。哦，这就给他老多，还是我这个小脑袋个聪明原理，都是在车上里干的，都是比我聪明。再在这个扣给我交给你了，我扫2800吧，我家扫3000了。啊、就说2800，2800多，你说的。哦，我这上再说也有车是呗，我说还有个不在乎那10块8块的。对，听外甥个没错。哎呀，这咱俩整一会儿鸭，一家喝瓶啤酒回来。哎呀，不贵是呗？不贵，挺好吃，挺好吃。喝吃鸭喝啤酒挺得。哦，对。那天早了点，这去早了10多没事。对，交，赶紧把这个还东西整好，3月份来把车先弄好掉，摊出来了。行，要去那个啥嘞？再把那个猪里吧，把那个猪赶上去。这回可得弄早点，可不能叫他再往猪圈下了，别下了，下个把你工资都没了，可不累，可不能下了。